怎么了？睡觉吧。这些早餐呢，是我很用心做的。你看一看啊，有中式的，有西式的。哎，你要不要草莓果酱啊？你想买什么？我想生小孩。你考虑清楚没有啊？是啊，生小孩之前要先结婚的。啊。哎，哎，去问奶奶吧。嗯，不去，奶奶老是把我认做阿喜。你觉得我跟阿喜谁漂亮啊？是他温柔可爱一点呢，还是我高贵大方一点呢？或者是我性格好一点呢，还是他脾气差一点？又或者我像淑女多一点，她像蛊惑女多一点呢？我跟她比呢，你觉得谁好一点啊？你想知道吗？你说啊。一起下去问她吧。咦！别再问这个问题了。对于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以近500万的选票击败国民党的连战。以及独立候选人宋楚瑜当选台湾新领导人，北京的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及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表声明，重申台湾领导人的选举及结果将不能改变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事实，又警告绝不容许任何形式的台独。对于台湾新领导人，哎，这么好从台湾回来了，选完总统就回来了。选总统不关你什么事啊？哎，我跟表哥傻乎乎的跑去选举。山鸡啊，你捧哪一队？是连战还是阿扁还是法国队啊？三联邦当然是国民党了。以为他会赢，哎，输得那么惨，不回来干嘛？天下到处都是一样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啊，不好玩就回来玩别的东西吧。玩什么？玩结婚。来，真的还是假的呀？当然是真的，我也不想的，政治婚姻嘛。三联邦之中谁最年轻啊？我。三联邦之中谁最英俊呢、啊？我。山鸡玩女人了啊！叫草什么子啊？草艺菜菜子。哦，菜子，是不是前两天你借个光碟给我，在里边哎呀哎呀叫的那个女主角啊？那个叫方太，教你煮菜的。哎，鸡哥，你说鸡话还可以，你跟人家说日语，你行不行啊？不用说什么，能沟通就行了。怎么沟通啊？很容易沟通的，你明白的。其实，草艺菜菜子的爸爸呢，叫草艺一雄，他就是日本山田组的五代目。哦，就是 Evolution 的那个五代目啊？不不不不，五代目就是五代眼，五代目就是第五代掌门人。帮会就派我去结婚喽。派你去结婚可以派吗？是啊，这次你是要真的结婚了，我们就组团去日本吧。哦，那就好，我要马上去啊。但是你要留在这儿。我要去日本逛一逛。丽丽，帮我约约蒋先生。好。山鸡啊，姓舒的儿子威利。哎，鸡哥，他读法律系的。法律系有什么好读啊？不用握手吧，这么老套、啊。你干谁干什么？你上来啊！你到底赔不赔啊？赔你个头啊！三赔啊！王八蛋！想干什么？刘正元，你干嘛？你们两个一人少一句啊！看球赛变成武斗了，太不像话了，毫无体育精神吧？大叔，你哪的？我是传教的，但我也很喜欢看球赛。你们两个别在这捣乱了，听见没有？快滚吧，在这传教呢！走了，快走！走啊，你走了。
哎，看球赛怎么变成舞刀那么严重啊？宝贝哥，你也看到了，是他在搞事啊！啊，是他。你们两个红绿灯，自己人都是红星的，一人少一句不就算了？大头哥，我给你面子啊，不在你厂子搞事。哦，你还挺有礼貌，给我面子。嗯、啊，来跟我打吧，怕了？哼，你们跟谁的？大飞哥。你呢？兵哥。别生气啊，打个电话给他们老大，叫他跟他们讲了。嗯，好在你提醒。嗯，不用了吧，大哥。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刚才喝醉了，乱说话的，大哥。是啊，我们不是有意的。不会再有下一次了，真的。误会。这种狗带的东西，人就别带了嘛。自己兄弟搞什么嘛？啊，对不起，对不起。来，聊一下，聊一下。哎，太不像话了。哎，没事了啊。好，没事了。走，干什么？散了。啊，玩得开心一点啊。没事了，散了吧，继续跳舞。我们继续喝酒啊。哎，要不要找个年轻的妞来陪你啊？啊，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所以我找个小姐来让你教化教化吧，啊，对不对啊？哎，来，坐下，好，喝杯酒，看球赛舒服点。来，拿威士忌来。哎，阿南、阿基，话说回来啊，你们两个有空就管教一下那些小的，毫无规矩，目中无人，自己打自己人啊。大叔，今天皇家马德里，你说他们能不能出现呢？啊？我爸爸很疼爱菜菜子，加上山田组与三联帮联姻，就更加热闹。三联帮的雷富宏先生和各路堂主已经到了，香港的蒋天养先生以及几位红星老大已经到齐了。他会说广东话的。曹毅董事长是我养父，我是中国人。哦，原来是这样啊。哎，我看了不少日本电视剧啊，东京给我的感觉真的很好啊。许多香港人和台湾人来东京旅游会特意到彩虹桥看看的。哎，是啊，彩虹桥啊。我也陪我去哦。哎呀，十三妹，飞哥，蒋先生，你好啊，你好，这位是三田组的五代木头马。山鸡呢？哦，山鸡啊，你知道日本人结婚很麻烦，有很多仪式，他哪里有空啊？我很想知道山鸡娶个什么样的妞啊？哦，那个妞啊，我看见也会扯旗啊，像 AB 女郎一样啊。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哎呀，日本人哪里听得懂啊？是，哎。小黑啊，哦，来见见我们的雷少爷。哦，这就是三联帮雷公的雷公子啊。啊，你也来参加派对啊？我刚从美国回来，知道山鸡要娶老婆，所以请金老带我过来见识一下。哦，对了，这是我在美国的同学，叫 Michael。 哎，你好。哦，你好。哎，我放假来凑个热闹。哦，你是广东人呐？香港人。哦，好，请啊，过来这边啊。啊，这位是蒋先生。我们上回是在泰国见面。是啊，我们还在唐人街吃鱼翅呢。啊，这位是雷公的公子，刚读完书回来，算是您的后辈了。这位是香港红星的蒋天养先生。啊，蒋先生的大名我早就听过了，幸会。不错啊，一表人才，后生可畏啊。这么英俊的帅哥，一定很受女孩子的欢迎了。啊，什么？女孩子很喜欢你呀。这位是红星的十三妹吧？对，没错。久仰。哎，浩南呢？哦，他早就到里边去了，我们到这边来坐吧。啊，请。Thank you.
细棋，选起良辰吉日，举行婚礼。从此以后，必互相敬爱。主持家庭，同甘共苦，稳生不变。愿我们永远幸福。仅在此共同立誓，平成十二年四月一日，夫教山河。七，草艺菜菜子。各位嘉宾，非常感谢你们。今天是小女结婚的大喜日子，谢谢各位百忙中抽空远道而来参加这个婚礼，我感到实在是非常荣幸，谢谢。贾先生，等喜事办完之后，我们就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公事。以后大家都是自己人，在公在私都应该多点联络感情。哇！哇，你这个衣服裁剪的乱七八糟，像只大蟑螂啊！啊！正经点，照相吧。陈浩南，雷公的公子。幸会，幸会，幸会。这位是金老。是我们三联帮的大脑。你好。他和钟永博都是台湾三联帮的元老。久仰大名。幸会幸会。山鸡以前一半是台湾佬，一半是香港佬，现在呢是三分之一是香港佬，三分之一是台湾佬，还有三分之一是日本佬。你说的挺仔细啊，三分之一万能表。嫂子的发型更漂亮，像这喷泉一样啊，你看像不像啊？真是拍照了，喷泉。左先生，谢谢你远道而来。哦啊。啊，这位就是我的女婿山鸡先生。哦，你好，你好，谢谢。我觉得这个婚礼挺好玩，我都想啊，看他皮肤多白呀、啊，我真想再试一次啊。那好啊，离婚再来啊。不是吧、啊，一次都够了，还再来一次？几时轮到你们？几时？你在看什么？你结了婚就别再鬼混了。哇，大喜日子说这种话，说到鬼混啊，我最熟了，去鬼混问我吧，问我吧。你发言，你发言，来啊，东京，我最熟了，我带你去是吗？那个土耳其的那个，哎呀，非常的好玩啊！我跟你们说啊，玩那个骰子呀，哎呀，啊，玩骰子，拍照。啊，终于来到彩虹桥了。你觉得浪不浪漫啊？浪不浪漫？看你傻乎乎的，你看那边，有什么浪漫的？跟青马大桥差不多嘛。你知不知道啊？有很多日本的电视剧啊，都是在这里拍摄的，好像是。我看过，我知道。就是嘛，他们是在这里定情的，你知不知道啊？还有啊，许多男人向女人求婚呢。也是在这里的，然后呢，他们就向女人求婚。如果现在有人向我求婚呢，我一定会答应的。
岛南事业签、姻缘签，谢谢。浩南事业，急呀！会不会跟我结婚呢？哎，干什么？求的什么钱？自己看吧。挺好的。你自己会解吗？难道大家聚在一起啊？来，干杯！来，哎，来干杯啊！嗯，我表弟山鸡啊，一结了婚呢、啊，做了人家的丈夫，这小子就天天出去玩，天天出去嫖啊，真是太不像了。为什么呀？因为他表哥我喜欢嫖，他也就喜欢嫖。像你啊，当然像了，一模一样。来，干杯，干杯，干杯！来，干杯、啊，干干干干。嗯，对了，大哥，最近日本实行和民呢。可以考虑在香港开一间。是啊，可以想想啊。哎，名字我们都帮你想好了，说起来还有点就叫贪吃太郎吧。这叫如今最红的木村拓哉或者是反町隆史了。你又提木村。喂，不用了，你叫兵哥，你叫十三妹，干脆叫兵妹得了。好啊，那就叫兵妹日本料理。哈哈，来干杯，干杯，来干杯，干杯，干杯啊。来，各位听着，这为了我们的三联帮还有雷公子，刚刚从美国回来，我们好好敬他一杯，好不好啊？哎，黑哥，怎么扯到我身上来了？哎呀，不是，这些呢都是香港的红星老大，你做晚辈的应该好好的敬他们一下啊！把杯子拿起来，来敬一下啊，敬一下。哎，好，好，好，干杯！哎，干杯，干杯啊！好，哎，好，哎，嗯，哎，我说。为了我们台湾总统陈水扁，干一杯好不好啊？你们说怎么样啊？为什么啊？对呀、啊，关于那个陈水扁什么事儿啊？啊，当然关他的事了。陈水扁5月20号就职，就职前他要讲好多话，他一乱说话，大陆的飞弹就咻的一声就飞过来了，哗一声，这么厉害，就飞到香港了。飞弹没有眼睛的，当然不知道会飞到哪儿去了，谁知道呢？所以呢，今朝有酒今朝醉，你看我可以不可以啊？啊！人生的幻境，一切人要做旁边，无怨天，无怨地，命歹命歪命歹。你不知唱什么？能唱什么？就知道脑袋多。十外个声来斗阵，哪要讲啊？大感情，我是世界第一。我错了。不要打！不要打！快来，都是中国人啊！中国人不要打！什么中国人啊？我才是中国人呢！啊！你们是香港人，你们是台湾人啊！别那么嚣张！什么呢？啊！哪儿不知道啊？好像挺精彩的啊！是啊！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要不要帮忙啊？我们帮不上什么忙的。啊！哎！哎，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北京打台湾开战了。哎，啊，干什么？打死！嘿，停手！停手！大家停手！停手！哇，停手！停手！敢在我地头搞事，今天我结婚呢。我知道，那些北京人找架打呀。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怎么了？等一下啊，冷静。怎么了？山地演奏。
好看吗？好看吗？好看吗？好好好，今晚我请客啊，坐坐坐坐。啊？怎么样啊？老婆睡着了？哦，睡着了，那我们就可以来个土耳其浴了。那个叫什么子来着？我就要找他，叫什么子来着？小丸子。哦，小丸子。走样法子。走样法子，那一定要找他。走吧，走走走。来，啊，走走走，一起去了啊。走走。红星社，在蒋先生的英明领导下，在香港以至整个东南亚的生意发展，这是事实，大家都知道的。我很有兴趣与你们合作，我相信以山田组在日本的实力，再加上台湾的三联帮，香港的红星社，大家联合起来绝对是梦幻铁三角。哼，其实我们红星社也很愿意与山田组合作，不过我已决定退休，回泰国去种种花，养养大象。所以我决定了，以后红星社所有的生意都会交给陈浩南打理。曹毅董事长，如果将来有合作计划，可以直接跟他谈。是的，二十一世纪是年轻人的世界。我赞成这个意见。我也打算退休，享享清福。真舒服啊。山鸡，我退休以后，你可不可以到日本来打理我的生意啊？是。是。你不用这么快就答应。回台湾考虑清楚再答复，我等你的好消息。听说你们红星的人身手都很好啊。打架是常事，还可以吧。有没有兴趣切磋一下日本剑道啊？你指教一下他们。好啊。剑道是我们日本传统的武术，具有各种的呼吸方式、礼仪、动作和招数。所谓道，是一种生活和思想的方式，需要长期艰苦努力。不知他想怎么样。黑龙会处处跟我们作对，想把我们斗垮。现在你回来了，我总不能站着茅坑不拉屎，那人家以为我要谋权篡位，我不是那种人嘛。三联帮虽然是由我父亲创立的，
但是不一定要由姓雷的来继承。而最重要的是，我不想牵扯到任何的黑帮斗争之中。雷少爷，现在帮会的运作跟往常不一样。雷公在世的时候，带领我们开辟了不少合法的生意，像高尔夫球啊、别墅什么的。而且现在越来越上轨道了，成绩越做越好，子承父业。这帮主由你来做是绝对应该的。现在是公元2000年，全世界都是在讲民主、讲开放，甚至我们的总统也是一人一票投出来的。至于帮主这个位置，我觉得应该交给有能力的人来做。雷公子，你讲的有道理，三联帮嘛，就是要一人一票选出个帮主来。什么一人一票啊？我反对。你反对？你反对什么呀？你反对？雷公子，现在你回来了，不管怎么说，我都要把帮主的位置交给你。这样吧，我们大家好好想一想，看看可不可以推荐什么人才。钟永博跟金老师是我们三联帮最有资格的老大，金老师就接手吧。绝对不能，我这样的人只能动动脑袋，提供点经验，提供点点子。要我当帮主啊，绝对不行。黑豹堂主有什么建议啊？我倒是有个很好的人选。好啊，说来听听。沈吉，他是三联帮的都蛇堂的堂主。他这几年啊，对三联帮有很大的贡献。何况他现在是日本山田组的女婿，再加上他做了三联帮的帮主，这两大帮派一合并起来，那不就是亚洲第一大帮派了吗？我反对。山鸡虽然是很出色的堂主，但是他是香港仔，又不是台湾人，他怎么有办法领导我们的三联帮大部分台湾人的组织呢？不可能吧？有什么不可能啊？只要他是三联帮的人，有才干的，敢杀敢拼，你管他香港人、非洲人、法国人呢？话不是这么说的，我们台湾人有台湾人的传统，他台湾话都不会讲，怎么带人呢？我们台湾人的思想，你不会说闽南话，他怎么能理解？没资格做帮主，明白了吗？有人说李登辉是日本人，他都可以当总统，为什么山鸡不能啊？真是开玩笑啊。哎，我虽然是台湾人，但是我12岁就去美国念书了，所以我对台湾的帮会和社会里的运作一定比不上山鸡。山鸡有什么看法？谢谢雷公子这么看得起我。其实我没想过要当帮主。喂，表弟啊，你不是这么谦虚吧？可是是不是台湾人，会不会闽南话，这个不重要。有没有才干，有没有气量，有没有远大的目光，这个才是重要的。不用说了，我反对，我反对，绝对反对。反对反对？你反什么对啊？你是在反什么对啊？啊，说你是尽忠，你尽什么忠啊？是不是？你也想当帮主啊？啊，你乱说什么？我没乱说，我早就说得很清楚嘛，我不想当帮主，我绝对不会的。你少装算了，你心里想什么大家都清楚，你就是想当帮主嘛，你说你是不是？你是想吵架呀？我想吵架怎么样啊？没话说了，蛮不讲理啊。小三娘，我帮陪来呀、啊、我怕你啊。好了好了，不要吵了。哎，真是笑话，其实大家怎么想的都心知肚明，整个肚子都闹翻了。什么东西啊、哎、真是。哎，这什么呀？是什么呀？是是什么？是蒜头是吧？是。不用了，不用这么多了。你呢就不用这么麻烦。你不知道我说什么？是。不是。是。
不是。是。不一定。是。一定的。是。不是。不是。哎。好，吃饭。是。啊、吃完饭。是。好，吃吧。是，这是妻子应该做的事情。是。吃。是。大男人要翘起腿来啊。晚安。晚安，晚。午安。午安，午安。早安。早安，早安。加油。加油，不要。加油，不要。是。不要。还是快点儿啊。My style fits tighter than a girdle. If you hate it, then you can just leave it like Beaver. But in a day or two, I'll make you a true believer in me. Cause like the alphabet, you'll see that isn't fit to rhyme, not your everyday soliloquy. Check it out, I'm in the house like carpet. And if it's too many heads in my blunt, I won't spark it. I'll put it in my pocket and save it like rocket fuel. To everybody's dark and it's cool, then I spark it up with my brother.当老婆，又不太熟，当是外面的女人，哎呀，不行，不行，还少些什么呢？亲切感，好，下次多加点亲切感。哎呀，不要，快点儿。喂，哎，表弟啊，大件事了，李先生刚才遇袭了。不是吧？他受伤进了医院了。我马上来。我看你最好别去了。为什么？因为外面风声很紧啊，说你想坐帮主的位置，所以买凶杀雷先生。他们放屁。都说你去会有危险的。我不去。就会更招嫌疑。闪击，你居然敢来！我为什么不敢来？有人说雷先生是你暗算的。你乱放什么狗屁啊！我看你这是糊涂虫，他怎么会无端端害林少爷呢？你们有什么证据的话，就拿出来。打你妈！揍他！揍他！打！打！打死！打！打死！打死！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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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打！打死！打！大哥来了！大哥来了！岂有此理！你这狗娘养的东西，想当帮主当不成，就用暗杀呀？你想谋权篡位呀？你别胡说八道！他说你想谋权篡位，你他妈才谋权篡位呢！别血口喷人！我跟少帮主的感情很好，我在日本结婚，他从美国来喝喜酒。你说什么？如果要说暗杀，你干涉你！你干涉什么？说什么？啊！还想这样？啊！走了！不要吵了！啊！好了，不要吵了！都是自己人。雷少爷想见山崎中永博，进来一下。小心点！混蛋！干什么？算什么东西？我绝对没有做过，如果有的话，天打雷劈，死无全尸。我相信你。哼，有人当街抢劫被抓到，啊，现行犯太叔冤枉。雷公子啊，这件事你要查清楚，不能随便相信。这件事我当然会查清楚，但是你们要心平气和，这当中可能有误会，我不想我们的帮会里面有什么斗争或者内讧，这样得意的只会是我们的敌人，尤其是黑龙会，干这事儿的有可能是黑龙会的龙大。说真的，我不相信山鸡会暗算我。钟永博，就算你心里面对山鸡有什么怀疑，在还没有找到证据之前，
就不要说了，好不好？好，我不说，我不说了。但是让我找到证据，我就要让你死。后天你跟我去一个地方。去哪里？去开一个很重要的会。本来应该请雷少爷出席，代表三联帮，可是他在住院，肯定去不了。请钟永博去，我又怕他冲动，到时候会出什么丑。所以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了。你还没讲是什么会呢。有没有听过苍鹰这两个字？听过。以前台湾的真正大哥，他不是已经好像说隐退了。听说以前黑白两道都要给他面子的。这个会就是由他召开的。你自己说吧。去 Riff Party。你自己说，是不是过分了点？去 Riff Party， 拿这么多迷幻药干什么？做卖家？我都说了，这些药不是我的，是阿倩和阿基的，他们头摇个不停，倒下来了，我就送他们回家了。没想到那么巧就遇到警察检查。我也不知道他们还有那么多药没吃完。你有没有吃啊？你不爱我了，你不爱我了，你不相信我。我跟你一起都三年了，同甘共苦，还有家里那三只猫，什么 Ricky 呀、Bobby 呀、Lily 呀，他们拉屎拉尿的，我在他们背后给他们擦屎擦尿，我从无怨言，你还这样对我呀？啊，你不爱我了是不是啊？那些猫是你买的。哎，是啊。哎，你记不记得我第一次来香港的时候呢，我用那些假美钞，是你到警察局来保释我的。这次也一样啊，你记不记得啦？上次我们在东区走廊，我把那些假美钞那样打开窗户，哗一下就全飞出去了。哎，是不是很浪漫呢？啊，是不是啊？啊，我今晚不保你，你住铁笼就更浪漫了。我知道你不会的嘛。你不亲我的。你不爱我了。搂紧一点。他就是黑龙会的老大。对。以前帮主在世的时候，他不过是个跟入跟出的小混混，现在这个德行。哎呀，金老师啊，好久不见了。哎，龙大哥，来，我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们黑龙会龙大，毒蛇堂主山鸡。哦，山鸡这个名字这两年还是蛮响的嘛。听说最近还做了日本山田组草叶一雄的女婿，可惜任何人进了三联帮，难有作为啊。龙大，说话不要那么直接嘛。我认为不是人才才不敢留在三联帮。听说龙大以前也在雷公的身边跑跑龙套。雷公的儿子进了医院，三联帮就大乱了。不是你干的好事吧？啊，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来来来，坐坐坐，喝茶喝茶啊！不用客气，来，啊，过来，坐。哎，约你们来这儿，第一是想聚一聚，第二。自从318总统大选之后，社会上有非常之大的变化，所以我想我们是否应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也顺便考虑考虑如何应变嘛。我觉得应该是以不变应万变，其实谁当总统执政党是谁
还不是一个金字挂帅吗？才能通神，才能通党，才能通扁嘛。以前我们怎么跟国民党玩，现在跟民进党不是一样吗？可是阿扁明言要结束黑金政治，这个新政府上台，第一要做的就是要搞好两岸关系，而第二就是要搞黑帮，尤其是后者，他就是要利用我们来安抚人心。苍蝇大哥，这新政府会有什么新政策呢？稍有政治素养的人都知道，硬是要用打压消灭那是不可能的事。稍有政治智慧的人都知道，硬要用打压消灭也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想，最好的办法，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招安了，这是最好的。招安？招安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梁山108条好汉，几十年春夏秋冬都在跟朝廷做对抗，最后呢，还是要归顺朝廷啊。我们政府应该把全台湾的黑帮帮会的会员改为公务员了。呵呵，我突然想到了，他好像讲过什么333，哎，去他妈的，什么333，对我们黑道一点用都没有嘛。方式有可能不同，但是呢，精神是一样。我估计呢，他们是要找我们来合作，受他们的监控，然后大家要继续赚钱做生意。总之一句话，就是照着游戏规则来玩儿，啊。世界在变，潮流也在变，所以我希望大家尽量顺着潮流走。陈水扁的到场让支持者的情绪沸腾到最高点，而陈水扁当选后首次向群众的谈话更是让欢呼声不绝于耳。从今天晚上开始，陈水扁、李秀莲以及民主进步党愿意揭露。那天开联盟大会，大家都在讨论新政府要我们跟他们合作，就好像是招安一样。听苍鹰的口气，好像是要我们帮派之间达成共识，接受招安。他还拿梁山英雄来做比喻呢。去他妈的！钟永博，你觉得我们三联帮应该怎么做？啊，你这小猴头，想套我的话呀？你这么聪明，不用问我，我是老顽固，冥顽不化啊！你是帮中老大，吃盐比我们吃的饭还多。而且你对台湾当局黑白两道比我清楚。你上次说的对，我是香港仔，始终是外人，对台湾了解不多，所以我这次找你，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我是真心跟你请教的，真的。金老怎么说啊？没有什么表示。这个人啊，很会做人。那你赞不赞成？我当然不赞成了。可是民进党已经说不再玩黑金，以前那套不行了。你脑袋有毛病啊？什么不再玩黑金？要玩就玩，不玩就不玩，是不是？阿扁还没有当选以前，每天都是讲台独的，现在他当选了，他都不讲台独了。这些政治人物的话哦，你不要把他当真啊，你要是把他当真的话，连狗屎都可以吃的，你可别太天真了。
那些人呐，把我们都当成尿壶了，要用的时候把我们拿出来用一用，不用的时候往床底下一塞，把你尿得很臭，尿得很脏，咒你，臭你，整天骂你，恨不得一脚把你踢得远远的，是不是？我们不能让他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吗？啊，要是让他们牵着走，到时候咱们死的都不知道。对，越听他们的，我们就越没有权利。到我们没有权利，像干电池用完之后，就让他们扔到一边去了。看你傻头傻脑的，脑筋转的倒很快。没有你，脑筋怎么会转得快呢？哎，雷公子呢？刚从美国回来，台湾的情形都不太了解，我一定要给他分析清楚才行啊。嗯，好，我先走了，不阻碍你钓虾了。山鸡，山鸡，我问你，雷公子那件事，真的不是你干的？你这死老鬼，我说了那么多了，你在嘟囔什么？好，好了，好了，回去，回去了，回去。哎，钟永博，我想问你一下，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地道的台湾人呢？学会吃槟榔，再来问我。我吃过了，吃过后有股怪怪的味道，而且满嘴是血，那怎么跟妹妹亲热啊？哎，你这座毒蛇堂的堂主什么都好，最不好就是好色了。啊，他就是这个原因我才当帮主的嘛。当了帮主就会很忙，就没有时间跟妹妹亲嘴，也没时间跟妹妹去玩那个什么了，是不是？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啰嗦了，走走走走走。不要给我讲那个。你想做老大也要有个过程，想想你以前的老大也是帮人家开车洗车，今天已经是黑豹堂的堂主了。是，加油啊，走了。出来了。跟他聊得怎么样了啊？哎，这老家伙就那么回事儿啊。跟他聊了很多，不过他说的挺有道理的。哎呀，大家自己人，何必他来大区的呢？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嘛。啊，对不起啊，不说那么多了。喂，好，今天不回家。你的一个人，对，一个人吃饭，睡觉的，一个人。好，你怎么跟你老婆说话呀？你得吃饭的一个人啊，洗澡的一个人，睡觉的一个人，是不是啊？这日本鬼子就得这样吧啊。去哪儿呢？我说，既然今天你不回家吃饭，我呢干脆就带你去一个新地方。你看看这个啊。好东西呀、啊、这个呢叫味儿缸，又叫味哥啊，吃了呀包你味儿缸啊，你听说过没有啊？你这家伙可真行、啊、哎呀，我找的很辛苦啊，专门为你找的，你今天晚上不试一下、啊、那就太可惜了。真的吃了以后、啊、哎呀，你小心点啊，你就变成这样的了。这样啊。走啊，今天吃完饭我带你去一个新地方玩啊。啊，别吃太多了，会没命的，不是开玩笑啊。行了。来嘛，可惜了，够
喝点，多喝点，来给你的。哎，老表啊，神机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结婚以后手硬邦邦的，以前很柔的。就是啊，你的手啊，以前很柔的，专门会砍女孩子的油啊，你的手灵活的很啊。哎哎哎，穿的那个，穿的那个啊。对了，这就对了。哎呀，我让我打一下啊，死了死了。不要把我的裤子，哎呀！哎呀！表演时间到。来，好想你，所以来找你。你知道我爱你。可是我已经嫁人了，知道吗？你嫁的应该是我。那个死老鬼竟然这样对我啊！抓住他！在那边！快，别让他跑了！小宝，别跑！山鸡哥，上车！表哥。
你妈的，全是饭桶！ 草一郎那个混蛋，一直以为我岳父会把女儿嫁给他，然后继承山田组。没想到我坏了他的好事，他就强奸了我老婆。你老婆怎么样？好点了，不过她每晚还是发噩梦。 如果那晚我没跟表哥出去，哪里还有家？他存心要杀你，你躲也躲不了。三联帮不是称你的吗？哼，三联帮。 雷富轰躺着医院，一直口口声声说不理帮会上下的事情。早前我跟钟永博吵了几句，金爷跟钟永博为了新政府招安的事也闹翻了脸。现在的三联帮就像总统选举那样乱七八糟。总之坐在这里的都是兄弟，谁有事谁都要帮忙。 你女朋友呢？在台北。要不要她陪你老婆？不用。自己的事自己解决。你们三个来。 这个小毛，以前跟我表哥，没有他，我也没地方蹲了。威力，联络台湾的人。好。
对不起啊，我买东西忘了时间了。你看啊，漂不漂亮啊？啊，就是为了这只表啊！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买这只表啊，迟了半个小时啊，跟那个老板啊讨价还价的，磨破了嘴皮啊，他才肯降到3000块钱卖给我，喜不喜欢？你从来都没有时间观念，买给自己戴好一些，下次别迟到了。嗯，你有没有搞错啊？人家买给你的，谢谢都没说，不理你了。喂。你干嘛一直跟着我？对不起，我找你是，因为你很像我的女朋友。你可以说广东话，我会听的。我以前在香港出生，来台湾读书的。哦，你会说广东话？嗯。你很像我的一个朋友，我以为你是他，所以才跟着你。你倒很直接呀。但是我的朋友已经不在了。我是陈浩南。我叫端木若愚。你真的很像他。你没有其他事了吧？我要进去上课了。我们可以做朋友吗？好的。金哥，金哥，金哥，有状况，有状况，你快去看看。金哥，上金哥，有车子进来了，帮我照顾他。
岳父，山鸡，你在吗？是我，岳父啊。岳父啊，山鸡啊，你没事，那就太好了。我没事。你怎么了？你不要担心我，蔡子，他没事吧？啊？ 对不起，把你卷进去。对不起啊，草一郎，不但以我们为敌，还向警方透露我们的秘密，害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也可能是他，混蛋！我的帮会生涯可谓波折重重，曾遇上许多对手，好不容易才有现在，没想到现在却被自己的养子背叛。 我还当他是亲生儿子，我是不是瞎了眼了？我也曾经被心爱的女子出卖，那种感觉。现在。 让我最最心痛的是，蔡才子发生这种事情。岳父，蔡才子是我老婆，我没有好好保护她，对不起。不过我答应你。 我一定亲手杀死草一郎。你知不知道你很过分啊？我打电话到处找不见你，你一声不吭又溜走了，回到酒店也少不见人。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啊？万一以为你被人砍了？ 差一点想进那个破屋找你呢，你知不知道啊？你说话呀！我很饿，去吃饭吧，好不好？不吃啊！怎么了？女人的直接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事发生啊？我去做事啊，做完事就回来了。不是啊，你是不是跟女人在一起啊？没有。有。 你有啊，你的表情说你有啊，没有。你有，你有。是啊，我去嫖了，行了吧？我知道你不是的，你为什么要把秘密藏起来不告诉我？什么秘密啊？就算结了婚，也有隐私啊。嗯？那就是喽，我跟你都没有结婚，所以呢，我现在无权过问你那么多的问题，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啊？ 喂，你去哪儿啊？滚开！麻烦你，我想找端木若愚。请问你找谁？端木若愚。不好意思啊，他不在。啊，好，谢谢。 威利啊，南宫，是，怎么样？我正在召集香港的兄弟。没问题吧？没问题，台湾这边我也联络了我的朋友了。好，好的。庄永博呢？一直跟他联络不上。
他最近一直在反对被新政府招安嘛，然后又跟你顶撞了几次，恐怕在一边生气呢。哼，这个老顽固，他绝对忠心，但是思想太顽固，太保守了。就像这回山鸡和柯志华出了事，帮里头还传言是他干的，其实很难说。 他一直都怀疑是山鸡暗算你的。找到山鸡没有啊？还没有啊。快点找啊！好的，好的。我说要快一点找，知道吗？是。 发生了这种事，我心里很难过。但是你放心，我一定把草一郎找出来。你叫山鸡，别再躲了，叫他回来吧。我们三联帮一定会支持他。这些事要让你们香港红星插手，让我们三联帮真的太没面子了。听说三联帮有很多流言，说山鸡做这件事情是为了做帮主的位子。 有人说要清理门户，不会放过山鸡。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山鸡。我们已经查出来了，是黑龙会的龙大派人袭击雷少爷。至于说钟永博有没有派人杀山鸡，我们还会派人查清楚的，因为有可能是草一郎串通黑龙会的人干这件事的。本来你们帮会的事情我没有权利过问。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山鸡是我多年的好兄弟。山鸡有你这么个好兄弟是他的福气。世界已经进入了地球村的年代，而我们三联帮跟你们红星社一直以来关系很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加强合作，一起来对付我们的敌人——台湾的黑龙会和香港的东兴社。 我不太明白什么地球村，但是我觉得做人做事呢，最重要的是义气，还有信用。说真的，现在三联帮内部真的很乱，所以我才逼不得已试一试我在大学的企业理念来经营三联帮。 论实力、经验，钟永博和山鸡都是最佳人选。如果山鸡要做这个位子的话，他一定会用正统的方法。为了避免三联帮分裂，没办法，只可以让钟永博做新的帮主。好，决定的好。 合作愉快，好，再见。 说起雷公这儿子，他跑去美国留学，吃惯了薯条，喝惯了可乐，现在一回来就说每一样都要创新。三联帮如果要听他的话，真的跟政府走，到时就真是欲哭无泪了。阿广啊，阿六去看医生还没有回来啊？是啊，大哥。 真的很像啊，简直是一模一样。难道是我是三的姐妹？开玩笑的。嗯，是你太太吗？你订婚了吗？
我本来跟他结了婚。你是日本人？端木是中国姓。没想到，我以为四个字是日本人吗？你应该认识孔子吧？认识，我上中学的某某纪念学校，每逢孔子诞就要拜孔子。孔子有个学生呢，叫子贡，子贡的原名呢叫端木赐，他是我们端木姓的始祖。端木赐呢，在春秋时代呢是个政客。你很闷吧？嗯，没有。怎么？没什么，阿细说话结巴的，你说话很清楚。是吗？哦，对了，你来台湾干什么？公干。嗯。哦，我时间到了，我要走了。我送你。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不，我送你。再见，老师，再见。嗯，回家了。再见。你是来接小朋友的？不，我是来找你的。我与陈浩南认识才几天，只是普通朋友，你千万别误会。一点也不普通。我知道呢，在他心里面一直都忘不了阿细的，他连做梦都喊阿细的名字。没有人会取代阿西在他心中的地位的。我跟他在一起都三年了，都比不上你跟他在一起的一分钟。是我跟他在一起聊天很开心，很默契，但是我没有想跟他。特别是你告诉我你和他的关系之后，你别以为我是来向你示威或者什么，不是的，我只是，我只不过是想来见见你，聊聊天而已。其实呢，缘分这个东西啊，要来的时候呢，你挡不了的。要走的时候，你也留不住。没事了，我走了。家属答谢。节哀顺变，不用担心，我会照顾你们的生活。三鞠躬。
是我不好啊，如果我不拉肚子你就不会死了。大哥对不起啊。山鸡，把人叫出来。他一定和钟永博的死有关。今天我是代表红星来鞠躬的，但是看情况好像不太欢迎我们。各位那么有心，我当然欢迎了。雷少那天才刚刚跟你们讲要让钟永博做帮主，过两天钟永博就被人杀死了，这样是不是太巧合了？你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啊？山鸡是你们的好朋友，想让自己的好朋友登上帮主的宝座，这也不是没有可能。你不要乱可能，不如认我做干爹了。金爷不要乱说话，是谁杀害钟永博我一定会查清楚的。请。谢谢。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山鸡，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拿你的头来祭永博，拿你的血来当酒喝。嗯，哼，拍古装片啊？不要冲动。拿我的头用我的血当酒，你们有能力的话就放马过来。不要信他，他是叛徒。我操，永博反对他当帮主，所以他把他害死了。因为他知道永博要当帮主，所以杀人灭口。是谁跟你们讲的？大家都知道。就是啊，是啊，都知道了。杀了他，杀了他，报仇。过来。过来过来啊！啊，谁看到他杀人了？是谁啊？你们有没有证据啊？用不着这么拼命吧。他们自己人干自己人，省了我们不少麻烦。没错。现在是文明法治的社会，一切要讲证据。如果没有证据，不能指控山鸡。大家，请忍耐一下。草衣董事长，雷先生，山鸡是我的女婿，三联帮跟山田组可是一家人呐。山鸡更是我的家人。如果找到充分的证据证明山鸡是真凶的话，我会亲手处死他。草艺董事长深明大义，真是佩服。在你们没有找到证据之前，山鸡就先交给我。我会亲自向你道歉的。今天是钟永博入土为安的日子，就算要清理门户对付叛徒，也要等葬礼之后再说。虽然山鸡的嫌疑最大，但是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不能冤枉好人。
你们大家都听着，没有找到山鸡杀人的证据之前，如果有人敢动山鸡一根汗毛，那就是向我挑战。我们红星也是一样。山鸡，是，你去上香。是。我相信，你也不想看到三联帮现在的样子。你在哪里啊？喂，是我，我是端木若愚。我这次来是想告诉你，我就要结婚了。我不想为了……我知道你的故事很感人。但是我不是阿西，对不起，再见。手，我已经答应要坐上帮主之位，来领导大家。雷先生，你现在是众望所归，民心所向，三联帮所有的人都听你的，那么政府提出来的条件应该没问题吧？绝对没问题，但是我还有一个要求。要求？我要一统台湾所有的黑道，所有帮派都要由我雷富轰统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甚至原本的三联帮它可以消失，我再成立一个全新的帮派。后生可畏呀，
雄心万丈，好，合作愉快。岳父，我想在您的面前再说一次，当年我在日本结婚时的誓词，给蔡菜子听，可以吗？从今天起，两人互相敬爱，组织家庭，同甘共苦，永生不变。无论之前发生什么事，以后发生什么事，你是我老婆，我会一生一世照顾你，我发誓。杀钟永博，其实是雷福轰的命令，是阿广说的。今夜下达雷福轰的命令，要阿广杀钟永博，还答应给他一大笔钱。但是，钟永博下葬以后，今夜不但没有给阿广钱，反而还杀他灭口。阿广临死之前，把真相告诉我。钟永波对三联帮这么忠心，雷福轰还要这样对他？因为钟永波一直大力反对归顺政府，反对接受招安。为了这件事，他跟雷福轰吵了好几次，一直闹得很僵。我还打听到，雷福轰已经答应坐上帮主之位，还选择在520那天举行上任仪式，并为三联帮改名。听说金爷还下了一道密令，雷福轰就位之后，哪个帮派不肯被吞并归是雷福轰，都会被消灭。消灭？以为他有本事吗？现在内部正传着消息，新政府已经跟雷福轰达成了协议，新政府暗中支持他。口口声声说不理三联帮的人，原来是在做戏，还摆我上台。他不对付你，对付谁呢？你做了人家的女婿，有山天祖撑腰。我没想过要跟他争。小人之心，他可不是这么想的。他挑起内部的斗争，趁机铲除异己，这分明是摆你上台，然后自己走出来，装出众望所归的样子。这招够辣的。想消灭其他的帮派，统一天下，他真的以为他是秦始皇吗？南哥，我们红星的兄弟全都不能入境啊。这么说，我们的山天族没指望了。有政府撑腰，他们可以只手遮天了。
谢谢啊，下次再来啊。喂，听着，我是山鸡，我现在在你家，你老婆跟小孩在我身边，如果你合作的话，他们会没事的。好，知道了。什么事儿？没事。场地那边打电话来说，都已经准备好了，各路人马都到齐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历史性时刻。我雷富轰就任三联帮帮主一职，我们的新政府、新政党也会在今天宣誓就职。旧的世纪已经过去了，新的世纪来临了，我必定会继往开来，破旧立新，把帮会带入一个更富有、更成功的新局面。还有，我已经成立了一个全新的外交政策，会和海外和其他的帮会联系好关系，和平共处，互相合作。我也想趁今天这个机会宣布另一件事情：黑豹堂主柯志华被杀，毒蛇堂主山鸡背叛帮会，被逐出三联帮，所以我决定把这两个堂合二为一。新的堂主就是远从日本而来的草一郎先生。草一郎虽然有一个日本名字，但他是100%的中国人。他虽然是日本山田组草一一雄的养子，但是他看不过草一一雄和山鸡合谋想吞并三联帮，所以他立刻选择大义灭亲向我们投诚。我非常的欣赏他，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加入我们三联帮的大家庭吧。对不起，我来迟了。你是三联帮的叛徒，还有胆来捣乱？你们两个老人家闭嘴吧。你说的对，今天是要清理门户，但不是山鸡，是雷富轰。我可以证明，山鸡不是叛徒，周永博不是山鸡杀的，而是你，雷富轰。这番话是山鸡教你说的吧？他给你什么好处呢？大家都知道，周永博对三联帮忠心耿耿，我也一直很尊重他，甚至还推荐他做新帮主。我怎么可能派人去杀他呢？爸爸，谁说没可能？就是他想做地下皇帝，统一台湾的黑道。
对吗？你们相信一个叛徒和一个小喽啰的话吗？山鸡讲话你们可能不相信，但是如果金爷，麻烦你。山鸡和六讲的都是真的，雷少爷下令派人杀掉钟永博是为了嫁祸山鸡。之前雷少爷遭人暗算其实是他自己干的，他的目的也是为了让别人怀疑山鸡。为什么呢？因为山鸡是山田组的女婿，雷少爷怕受到山鸡的威胁。原来你也被山鸡收买了，背叛我，背叛三联帮。继续。雷少爷，不，雷富轰是个野心家，他已经和新政府谈判好了，在他坐上三联帮帮主之位后，他就会完全归顺新政府，条件是新政府要帮助他消灭所有的帮派，让他独霸江湖。这些话也是山鸡教你说的吗？他是收买的你呢，还是威胁的你？我可以证明金先生说的话都是实话。我就是代表政府跟雷府轰谈判的官员。对不起雷先生，你的要求太过分了，我跟总统和内阁的官员商量过，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你的要求。好好，爸爸，原谅我。回答我的问题，这个也是你的主谋吗？是不是？不用我帮你切吧。非常感谢，感谢你。这个药是我老婆给你的。妈的，陈浩南，你不必赶尽杀绝吧？出来闯要长个意思，尤其对兄弟。
来呀！你耍我！我告诉你，我们新政府是有决心终止黑金政治的，消除黑帮。屁话！带走，走。你是陈浩南？是。是公事公办。再见，谢谢啊。那好。岳父，你怎么说国语？当然了，他以前在日本读书，我们是同班同学。还有，李登辉也是啊。哦，原来如此。他说什么？他说刚才那个郑耀和李登辉都是他以前的同学。